陈东创作的《遮天》，后期制作小白菜。第116集，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，都是有价无市的灵药啊！他打开一个木盒，顿时露出一颗足有鸽卵大的莲子，黑得透亮，像是乌玉雕琢而成。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，钻到人的骨子里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此乃乌玉神莲生出的莲子，500年才结出这样一粒，其珍贵价值难以想象，蕴含无尽的生命精气。韩长老放下木盒，打开一个质地古朴的玉盒，顿时有一抹灿灿的绿意流转出来，一个鸡蛋大的绿色果实像是翠玉雕刻出来的，流转着柔和的光芒，晶莹闪烁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此乃传说中的青玉雪莲结出的果实，生长在数万米的雪山上，千年不见阳光，周围有强大的妖物守护，耗费我8年光阴才侥幸采摘到一枚。这些东西皆蕴含有极其强大的生命精华，若是叶凡服用下去，肯定可以将金色的苦海开辟很大。韩长老继续向前走去，又拿起一个木盒，打开后顿时有淡淡的红光射出，一株九叶奇草通体如红玉雕琢而成，晶莹闪闪，阵阵特别的香草在弥漫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传说中的九叶凤凰草。韩长老显得很激动。相传唯有沾染过凤凰鲜血的土地才能生长出这种神草，我耗费了10几年光阴，远离燕地，走遍无尽古地与遗迹，才寻到这样一株价值连城稀世灵物啊。韩长老不断打开那些盒子，足足摆出了10几种灵药，每一种都极其珍贵，世所罕见，价值无法估量。洞府中，光华灿灿，各种灵药流转出不同颜色的彩光，透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。纵然是在这种境地下，叶凡都一阵神驰目眩。这些稀世灵药太珍贵了，他若是能够服用下去，修为一定可以突飞猛进。韩长老阴惨惨地笑着：“不用嫉妒于眼红，到时候会将你们放在同一座药鼎中熬炼，他们将与你同在。”你采集了这么多灵药，想延续生机的话足够了，为什么还要将我抓来？如果只炼制还阳丹的话，的确已经够多了，但是既然知道你服食过传说中的圣果与神泉，我的要求自然要提高。你想炼什么丹？叶凡想尽量的拖延时间，纵然到了这一刻他也不想放弃。自然是可以渡苦海，跨神桥，打彼岸的仙丹。韩长老像是看出他的心思，淡淡冷笑：不必费尽心机的拖延时间了，不会有人来救你，你就安心的准备，当作主要被熬炼吧。你就不怕那名骑士再次出现吗？叶凡没有惶恐，没有惊惧，反而非常平静。
或许你还不知道那个人的身份吧。韩长老神色不变，他有什么身份啊？他来自荒古世家，江家。说到这里，叶凡轻叹了一口气。你为连续洞天惹了大祸，或许你还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。我与江家中人有些交情，那名骑士是为寻我而来。叶凡说的是煞有其事，自顾地说了下去。韩长老不动神色，静静地听着，最终冷声说道：哼，就凭你怎么可能与江家攀上交情？我曾经救下江家流落在外的幼女，与他们结下莫大的机缘。你如果不信，可以去烟霞洞天打探一番，看看我是否说谎。不久前我曾与江家的人共闯过烟霞洞天。这韩长老的脸色当时就变了。灵虚洞天为燕地六派之一，自然知晓江家闯入烟霞洞天的事情。韩长老咬了咬牙，你无论说什么都难以活命。叶凡一本正经，神色严肃。韩长老，你可要想清楚得罪荒古世家是什么下场，不要以为你可以做的神不知鬼不觉。要知道你今天已经与江家的骑士动手，他们一定能够追查到线索。你这个小崽子人不大，倒是很狡诈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诓骗我吗？你也太小瞧我了。韩长老突然阴森地笑了起来。言多必失，我现在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。那名骑士确实是江家的人，不久前曾经闯过紫阳洞天，他一定是在追捕你。韩长老活了这么大的年岁了，眼睫毛都是空的，联想到近来发生的事情，几乎立刻推测出了大概。叶凡的心呢，彻底凉了。韩长老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等着大祸临头吧。小崽子，你倒是很镇静啊，到了现在还想诓骗我，等着我好好的熬炼你吧。韩长老笑得很阴森，一把将叶凡拎起。你放心好了，绝不会有外人打扰，这里被我刻下无尽道纹，自我踏入洞府中将与外界完全隔离，没有人能够寻到。江家的骑士在追捕叶凡，这让韩长老很不解，同时多少有些隐忧。毕竟他抢夺了别人口中的肉，他将叶凡浑身上下搜了个遍，身上都是些无用的东西。他首先将那块缺了一角的破玉拿了出来，反复看了又看，最后扔在地上。叶凡心中大骂无良道，是那个死胖子，当时信誓旦旦说这块玉佩关键时可能救他一命，结果根本就没什么用。段德，段德，你老爷的真他妈缺德。这是什么呀？韩长老手持菩提子，仔细观察上面的佛陀图，天然纹理交织成的图案。这秃子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啊？是东荒以外似乎有这种秃子。秃子？叶凡一阵无语。韩长老将菩提子收起，而后面对叶凡：好了，该送你进顶了。韩长老，我命不久矣，能否给我一顿饱饭？不要白费心机了，纵然拖延片刻时间又能如何？还是赶紧进去吧。韩长老提着叶凡来到那些药鼎前，自己选一口，这是你唯一的权利。
叶凡知道没有机会了，开始破口大骂：韩老帮子，我约你个仙人板板，问候你个列祖列宗，亲近你女性亲属十八代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谢谢。